生梦死就是喝，剩下两句没学会，只为自己乐呵呵啊。哎呀，这玩意儿可不能丢了。哎呀，这是我的命啊。媳妇儿，我回来了。再多久你就别回来了。谁让你跪下了？我让你过来。诺。我喝点。你起来。我不。我让你起来。你还没说平身呢。你再起来不找他呢？我自己来。瞅你一天啊，成天到晚交一些狐朋狗友。说吧，今天跟谁喝的？狐狸和狗。我问你姓甚名谁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跟人一桌喝酒啊？拼桌。一个人喝的？尽兴。喝多少啊？这啥意思？四瓶啊？四箱？到底喝多少？无终止的喝。那就完了。尽兴。哎呀，老公啊，晕不晕呢？那你喝酒才能不晕吗？哎呀呀，钥匙没弄丢吧？钥匙能弄丢吗？钥匙在兜呢，这钥匙你能弄丢吗？媳妇替你保管啊！你看我这行、老公啊，媳妇陪你出去溜达溜达，醒醒酒好不好？这媳妇是真好，这累了就回去。慢点啊、哦！哎呦我天！慢点慢点，开门，看脚下啊！嫌凄凉，哎，出去吧你！上当了，媳妇你把门给我开开。不开。你给我开开。不开。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，快点开开，我要进来。不开不开就不开。哎，那媳妇儿，那我给你朗诵首诗啊、哦、啊，英林鸡翅印苍苔，小口柴扉久不开，春山满园关不住啊，妈呀，一只红杏出墙来。不是，你说什么啊？出墙来啊！我说我很荣幸出墙来呀，很荣幸。哎呀，大半夜喝的，媳妇儿离我远点，像不像话呀？这行不？你说你这你这也挺好，我一百七，这是最棒。我让你离我远点，我让你离我那么远了吗？啊！你咋这么气人？你给我过来来。哎秘密给我剃的，你跟秘密过去，我跟秘密过啥呀？过不一块儿，我想亲你。你认为我能让你亲不？我认为你肯定是不能。那咋整？那咋整？结婚证呢？找结婚证干啥呀？手续不全，不让亲呢。这咋整啊？说啥呢你？咋整啊？你咋那么笨呢你啊？我说那意思是，你这上来那。开始就亲呢，那咋的？还得我喊预备呗？啊？那熊凯，到，先坐下，我看。有果亮，有了。目标王思梦，预备，亲。你说醉吧，嘟嘟嘟嘟嘟嘟。你这是干啥呢？唱歌呢？那可不行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只有一个选择，要么你唱歌，要么亲我，你选吧。我选唱歌。来来来来，媳妇，你呀终于给我回机会让我唱歌。哎呀媳妇，这给我练半辈子了，老好听了啊。你看老赵，你这么唱，爱上你这样的女人，每天每夜为你伤身，哪怕有一天你会离开我，我会爱你到永远。真的？不可能。哎哎哎，姑娘，出去吧你。乐极生悲。媳妇，你把门给我开开吧。不开。开门。不开。开门。不开。你不开开门，我就在这儿敲。
你不开开门，我就使劲的敲媳妇儿，媳妇儿开门，媳妇儿。告诉你啊，你再怎么敲，我不跟你开。你不给我开，你不开，那我试试，我敲邻居家门看能开开不？没有多远呢，请问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大半夜你敲人家门，你咋想的啊？这敲你给我进来，进去。你让我出来就让我出，你让我进去我就进去，我还不进去了呢。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就喊仨数，你就必须给我进来。你别讲这事。一，不是，二，我进来。好，都没有喊到四，等不了你了。我的妈！行了，别闹了，赶紧睡觉去。这我可睡不着了。你咋越折腾越精神呢？媳妇儿，我要给你送个礼物。哎呦，能给我啥礼物？媳妇儿看，啥呀？这老好，看。这么拿花瓶，这么拿宝莲灯，这么的葫芦娃，好玩吗？这就老好了。不好啊，媳妇不好，它还能变。看，妈呀，到海边了。我带着老苏家屯子带这玩意儿，我是不是有病？不是，你可以带他上海边子。你给我上一边子去吧，还上海边子？你就带我去过该边子。哎。其实咱俩在一起还是挺幸福的，对吧？这一年你跟我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罪，从来你也没有过怨言。老公今天发誓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在我心里就想你，今天我当你面我就说出来。别说了，媳妇儿，你就让我说吧。你不用说，你就让我说吧。那你说吧。我够了。熊凯，不是你啥意思啊？你给我出去！啊，出去！诺，啊，哎，这多好！再也别回来了。哎，这回我算净身出户了。哎呀，赶紧！啊，那个，媳妇儿啊，其实呢，今天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，我呢在外边安了个家。离这个城市不远，3000多公里。没啥事呢，你就过来哈，应个门。熊凯，人家都说酒后吐真言，我算是看清楚了，我认识你就算我瞎了眼，你给我滚，我这辈子不要再见到你了。不是别呀，这好聚好散呢，我还想再搂你眼呢。滚！哎呀，你那是不敢见我了吧？我不敢见你，我见就见。那你把门给我开开呀。我开了。当当当当当，这啥呀？这啥？你看是啥？不动产权证书，这啥呀？俗称房本。你真行啊你！你真有家了。我不光有家，还有女主人呢。真不要脸！你看看女主人是谁？我看，我弄死她！我死我是谁？我。媳妇儿，这咋回事啊？媳妇儿，哎哎，别跑了！你给我跑醒酒了！不是，哎，咋回事啊？咋回事啊？我们公司明年要南迁了，我就在那边买了套房子，因为时间太紧，没来得及和你说。你骗人！你刚才还说跟我过够了呢。我是说这种漂泊的生活，我过够了。三亚，多贵呀！边上，哦，三亚是苏家屯区呗。你可以这么理解吧？行行。但是房子不大，35平。够了。400落地，没有装修。不用装修，不用。水电都特别贵。不用水电，咱点蜡。顶楼。爬，硬爬。老公，咱是不用总搬家了，对吧？不用了。咱不用再交房租。对吗？不用。我能在墙上钉钉了，对吧？能。你干啥？你别动！干啥？干啥呀？老公，我爱你。啊，我说你回来怎么这么气我，还这么理直气壮的？原来你早有预谋。不是你啥玩意儿早有？
有一毛不用往内藏。你干什么玩意儿老给我关门外呀你？这外边多冷，你知不知道？来来来来，你出来，你出来，来，你看这外边有多冷，多冷！你还完事啪把门关上，你还。媳妇，你带钥匙了吗？没有啊。那咋整啊？咱俩买金条去。去哪儿啊？去三亚苏家屯。我的妈呀！